希腊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民俗舞蹈。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folk dance from Greece. It's called Hassa People. 然后这支舞呢，原本是他们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呢，屠夫的那种工会然后组成的，然后他们就会一起跳这种类型的舞。然后这首非常简单，我在十分钟之内教完。This is so simple. We will finish in 10 minutes.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呢，大家面向你们的前面，请右脚开始哈，右脚往右边跨一步，左脚并过来，左脚往左边跨一步，左脚并过来。好，这就是第一组动作。我们一起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右并左并右并左并。OK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加上一点小小的变化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些屠夫哈，他们就是平常工作完一天非常累，然后他们下班之后呢，就饮酒作乐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所以他们做起来动作会有点像这样，左并右并，我刚说反，但大家了解我意思吗？一起来一次哦，来五六七八，右并左并右并。左并非常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教第二组动作。第二组动作稍微复杂一点点哈，右脚先往右边踏一步，左脚后交叉，右脚继续右边，左脚前交叉。好，我们先做到这里，大家一起来哦，右后交，右前交叉。我们快一点，一起来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右后。右前 ，OK， 那停在这个位置上，停在这个位置上，好，停在左脚前交叉的地方哦。然后右脚这时候从后面跨一圈并过来，跨一圈并过来，没错，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整组一起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右后右前跨一圈并，好，再一次，稍微快点，五六七八，右后右前。大家都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再跟刚刚那组第一组动作一样，加上一点身体的倾斜。先看我做，先看我做，右后右前并，一起来试试看，五六七八，右后右前并，再一次哦，五六七八。到舞台的后方围成一个圈圈，来来来，大家都已经学会了，这首舞非常简单。汤片，汤片，不是汤片，来手牵起来，一起来跳，这首舞真的非常简单，来来来。刚刚大家都已经学过了，有没有一种误上贼船的感觉？稍微放开没有关系，如果你觉得非常难受的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开始，从右并左并开始。好，来，那边的同学可以看他，红色衣服举手。对，可以看他。好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右并左并。好，大家还来做第二组，先做第一组，先做第一组。来，五六七八，右并左并。OK。那我们现在示范第二组，大家也是一起跟我们做，就是右后右前并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右后右前并，可以吗？再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右后右前并，好，大家都非常上手，那我们稍微加快一点点，五六七八，右后右前并，再一次。学完大部分，那我们音乐先来放下去跳跳看，好不好？先右边稳定，来，右，并，左，并，
先看我做哈。好，来，开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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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家先原地做就好。好，我们先拍左脚，再拍右脚，一起来哦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左边、右边，左边、右边。好，那我们一边拍一边右转，右转知道是哪一边哈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哦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左脚、右脚。左脚右脚，好，我们反方向左转回去，五六七八，左脚右脚，左脚右脚。那我们加一点小变化哈，在你右转完的时候拍三下，然后捡钱，可以吗？我们一起来试看，右转三下，然后捡钱，五六，换位，五六七八，左脚右脚。左脚捡钱，可以吗？那我们现在左边三下，然后做一个哎呀的动作。什么是哎呀呢？看我做一次，左脚、右脚、左脚、右脚脚跟在前面，哎呀！来，大家会做吗？一起来做一次，哎呀！你们都没有哎呀出来，来一起哎呀！五六七八，哎呀！啊，真实在跳的时候没有这个声音哦，帮助大家理解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左转三下，然后哎呀，五六七八，左脚右脚左脚哎呀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右转捡钱，左转哎呀，好，来五六七八，左脚右脚左脚捡钱，左脚右脚。左脚，哎呀！好，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全舞教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现在音乐下，就是刚刚那一首音乐。来，牵起你旁边的人手。右，可以左，左，再右，身体倾斜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将我们的目光回到我们的舞台区。
请大家就位，继续观察我们接下来的表演。